这次奇袭纳南城，我军是大获全胜，共击毙逆匪373人，缴获武器，辎重无数。匪军悍然进军四川，师出无名，是不义之师，不义之师，必败。 第二梯团与第三支队六营，阵亡与失踪者128人，重伤已知丧失战斗能力者54人，其中连长阵亡1人，排长阵亡3人。纳南城一战，六营全体将士殊死抵抗，英勇顽强。城破兵败，实属营长周觉之指挥失误。营长，这怪不得谁，北洋军足足来了有一个旅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。 六营现已退至纳南城西南面30余里处，于河藩口修筑阵地，扼守交通之要道。六营现存战力300人，愿与阵地共存亡。记好了，我这就给军部发过去。哎，等等，让传令兵送过去。事关防御部署，我担心电台容易被监听。明白。 那对了，我们重武器损失多少？统计下来了吗？重机枪还剩3挺，子弹2万发，75毫米山炮1门，炮弹3枚。营长，我有话要说。讲。六营减员达到40成以上，应该尽快休整，恢复建制。 而且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，不具备正面阻击敌人的能力。你这是怯战。我认为敌军入川以来总共才8000人，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保存有生力量，等待时机反攻。曾排长，到。六营为什么留守纳南城？大部队退出纳西之后，退至叙鹏西休整待援。 纳南城位于纳西和叙鹏西之间，是重要的战略要地。纳南城已经丢了，我们六营要是再撤退，军部会随时遭到突袭的危险，还谈什么反攻？拖住北洋军，给大部队多争取一天休整的时间，我们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，明白吗？所有人听好，自今天起，六营全体将士。 不得退出河藩口半步。是。好了，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你们提问吧。方旅长你好，我是亚细亚报的记者，请问在您看来，我军何时能够剿灭匪徒，还四川人民以安宁呢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 这么说吧，收复纳西之后，逆匪已仓皇逃至叙鹏西一带。如今我军再克纳南城，下一步就直捣叙鹏西。当然了，那是全军协同的歼灭之战，具体的总攻时间，我也还在等候军令。谢谢方旅长，我谨代表亚细亚报全体同仁祝您再立新功。你。 请问方荣林方旅长，近日广东、湖南、山东等地均有民众抗议活动，反对袁世凯登基称帝。你是哪个报馆的？时报记者。轰出去！是。
你们凭什么轰我？我是记者，我有权提问。轰出去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记者，我有权提问。怎么抓记者呢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出去！证件。进去吧。陈雷鸣，有你的信。梅心，追！下来！还想跑？给我打！住手！知道为什么吗？给你一天的时间，把钱给我连本带利的还回来，要不然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听见了没有？听。走。王掌柜，您当铺的生意那么好，还在乎那几个钱吗？哎呀，话不是这么说的呀！我要是一年不得病，岂不白给你十个银元吗？我是私人医生，这年费是真免不了，在国外也是这个规矩，您见谅。哎呀，可我怎么听说每个月你都给大石烂那边的穷人免费看病啊？啊？王掌柜。您是不是着凉了？哎呀，小毛病，没事儿没事儿。这大毛病啊，都是小毛病来的。这个是风寒灵，药效啊好着呢。那这年费，您要不要考虑一下？
等，哪天啊，我给您送过来。我店里还有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好。您可千万别忘了，您心悸这毛病还是我给您治好的。好嘞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哎，谢谢啊。怎么着，又让人追债了？得，跟我到后面看看去，看你怎么回事。晴儿，可妍希来了。可妍希，你这伤又被人打了。晴儿快生了啊。是。怎么又来借钱啊？晴儿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吧，我带她处理一下伤口，马上就走。行，给我吧。如今连晴儿也瞧不起我，你呀，得了吧，啊，赶紧的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这儿疼吗？啊，疼，疼啊啊！这儿呢？这儿不疼，这儿不疼。啊，还好没伤到内脏。啊，疼死我了！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戒烟馆那边我谈好了，下个月送你过去，钱你不用管，我来出。哎，别呀，我都戒差不多了，你看我多精神啊！啊！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要是再这么抽下去，就废了。疼，疼，真疼，我知道了。啊啊！你说的话。我能不照办吗？啊！哎呀，疼死！你回去的时候啊，顺便找两块冰，回去敷一下就好了。哎，你给我整一块跌打损伤的膏药来。我上哪儿给你弄的东西去？没有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对了。借我点钱，我去拼点事儿。真的是去拼事儿的。多少？30。30就够。拿着吧，别告诉星儿。得嘞，戒了吧。天都不早了，吃个饭再走吧。我还有事儿。我先走了，谢谢晴儿。掌柜的呢？掌柜的，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要命了？废什么话呀？啊，给爷备个雅间。哎，主怕加白兰地的烟膏。哎呦，感情好啊！记住，把你们这最漂亮的条子给爷叫出来，给爷烧烟泡。好嘞，爷，雅间请。走。
我说过，我一定会等你苏醒过来的。我这一觉睡得太久了，这一醒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是啊，一切都变了。以前我站在这儿俯瞰紫禁城的时候，壮志昂扬，可现在呢？ 我不知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咱俩的命运还挺像。我和你，以前我贵为贝勒的时候，在神机营当官，后来又当了燕氏藩的藩主，总觉得自己与额尔吉家族的先辈一样，穷尽一生拱卫王室，不负皇恩，终将有一番顶天立地的大作为。 只是没想到，这个我拼了命去守护的王朝，居然将我当作任由摆布的棋子，到头来，终于落了个灰飞烟灭。你，我，燕世藩，生逢这乱世，何去何从？又岂能由得了自己？天地一繁荣。 谁人不其中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你走过的路又何尝是你自己的决定？这都是天意，都是命。咱们的命得认，对不对？崇黎明，你错了。虽说天地一繁荣，可你跟我不一样。当年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走出。可是你。 却一直没有被困住。在四川如此，在上海如此，你心里面一直很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，你心中的天下是什么样的。你信过命吗？你岂是甘愿信命的人？不是吗？ 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有了答案，崇黎明。今时今日，你做出的任何选择，只要你没有辜负你自己的内心，就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人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你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学校我也选好了，就去伦敦大学。 那里是你待过的地方，对吗？你说，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吗？ 就这样。
我们说好绝不放手。你去哪儿啊？随风吹过我耳边的是你吗？我看着你不说话，今天你要出发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会记得那年夏天的雨呀，不管世界多大，未来我就等你呀。可言心，你疯了？是我，谁打的？你让我走，你让我走，你让我走！可言心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四年了，这四年你都躲在宫里面，你问我怎么了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我怎么了，我他娘的活得不像人了。可言心，你们每个人心里应该都非常清楚当初解散燕世蕃的真正原因。我放你们走，是想给你们一条活路，不用再给这个烂透了的朝廷卖命。行，您说的都对。啊，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这不过得挺好的吗？啊，路走歪了。不要怪别人。哼，我怪谁了？怪你了呀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把话说开了。死掉了，死掉了，爷，国没了，家也没了，兄弟们也都散了。是，我是把自己的路走歪了。可你告诉我，正路在哪儿啊？啊，正路在哪儿啊，爷？爷，你看看我这副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样子啊！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！爷，爷，我活成这样，我不想让你看见。爷。
你跟他们几个没联系？四三年前去了四川，温狗听说现在是个军火贩子，两年都没联系了。瓦格纳呢？他开了个诊所。你一会儿带我去找他，我有事情想请您帮忙。什么事儿？找到杨真了。找到杨真了。来，小心点啊，烫。哎，你昨天晚上一直在翻身，你知道吗？又踢又打的，是吗？看来是着急想出来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了啊！等小家伙出来了，我来管。你来管？你是能给孩子喂奶呢，还是能给孩子换尿布啊？哎，他踢我了。这喂奶我不行，其他的我可以去学呀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想了好几个名字，你挑挑看啊。嗯。咱们呢？要是生个男孩的话，就叫瓦格纳。瓦格纳，瓦格纳，你知道谁来了吗？谁来了呀？可言心，你现在是连门都懒得敲了是吧？哎呀，晴儿，你知道谁来了吗？谁来了？到底？你看呀。想没想我呀？当然想了，贝利爷。来，这都有了，怎么样，兄弟，我还可以吧？几个月了呀？快到预产期了，应该就这几天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什么都没准备，哎，没事儿，你说这干嘛呀？来，快坐。哇，快坐，贝勒爷。太香了啊！这一桌饭饿死我了。贝勒爷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吃吧。还什么贝勒爷？大清都亡了。我什么都不是，就叫我崇立明就行。爷，我可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是瓦格纳的太太，就是我的弟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。当然是一家人了。那我再去给你们蒸屉饺子啊。哎，哥，你们先吃，我去帮忙去。啊。可言心，能不能少吃点？你进去坐着吧，我来吧。那怎么行？贝勒爷来了，我得伺候着。哥不都说了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客气什么呀？不一样。好了，端出去吧，我再蒸一屉饺子。哎呦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哥，快，刚出锅的饺子。哎呦，嚯，你小子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！好吃，好吃。嗯，我看你这小院子装修的不错，也挺干净的，这回认真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没认真过啊？爷，他对晴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说你能不认真？哎，一边去。哎，哥，这
好几年没你的消息，今天是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就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爷，刚出炉的饺子，快趁热吃吧。好。爷，你今天来是有什么大事吗？什么事啊？大事就是，我昨天晚上夜观星象，咱们兄弟几个是该好好聚聚，喝一顿大酒了。这吓死我！温狗在哪儿呢？叫上他，他现在还在京城吗？温狗，瓦格纳，你最近见过他吗？我前几天见过他一次。哎，这小子现在混着可凶着呢。怎么个凶法？他现在听说是在八大胡同那边倒卖军火。管他倒卖什么，叫上他，好好喝一顿。好。啊，你至于吗？穿成这样就为了见温狗？总不能穿成你这样。他在这儿就没个住处，发战争财啊，得罪的人也多。他不常回来，回来也就是在这八大胡同谈谈生意什么的。这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京城变化大着呢，不光是八大胡同。也想你了，温狗。哥，你怎么变样了？发型都变了。哥变了，喜欢吗？你说说你，啊，混得这么好，怎么还让人追杀呢？哎，温狗。刚才那帮什么人？就是西北几个小军阀。前年老子卖给他们几箱受潮的弹药，非让我赔钱。你可真缺德呀你！不是，这叫什么缺德呀？嗯，特别抠，又想便宜又想要好货，怎么可能呢？也是。不说了，哥，山珍海味任你挑。我请客，还有钱吗？穷的就剩钱了。行，走，走。来喽。哎，都别客气啊！老码头，贝勒爷，哎，整个京城都变了，你
你这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这么老的店有什么变的呀？老码头，你怎么还留着辫子呀？我呀，一把岁数了，不管外头怎么变，我是变不动喽。哎呦，我的贝勒爷！行了，别什么贝勒爷了，什么都不是。哎，老码头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怎么就一点都没变呢？是我没变，瞎说，我都要当太爷爷了，还没变，变老喽。放心吧，晴儿这次一定给你生个重孙子。哎呀，我倒没那么矫情，孙子孙女都成，只要他们母子平安。对，都一样。哎，我说呢，你就把你那破诊所关了，来老码头这儿帮忙得了。你滚一边去。爷爷啊，要我说，您啊，等晴儿生了孩子之后，您要不就住过来呗？哎呦，我跟这儿住一辈子了，老了老了，不挪窝了就。哎，兄弟几个坐呀。您先坐。您也坐，您也坐。我不坐了。我现在是吃不动也喝不动了。哎，你们在我这儿要吃好喝好，一会儿想添点什么，招呼我一声啊。好嘞，你们慢慢聊吧。来吧，哥，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。这么多年，你都干嘛去了？哥还能干嘛？就那样呗。来，哥，喝酒。来，哎，如今真是天下大乱啊！啊，乱就乱呗，不乱上哪发财呀？这国家打烂了，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要我说呀，就不如平平安安的过点小日子。嗯，这不比什么都强吗？是吧？嗯，不是，哎，我说瓦格纳，你现在是不是跟情人的小日子过美了？你这幸福日子过久了，你怎么变这么矫情啊？原来你那雄心壮志都跑哪儿去了？就是，你看温狗就有雄心壮志，天天被人追杀。你滚一边去吧，就不爱听你说话。行了，咱们好不容易又凑到一块儿，国也好，家也好，有什么用啊？咱们为了朝廷做了那么多，可最后咱们得到了什么？咱们连家都没了。你看我这一激动，所以我觉得瓦格纳现在的生活挺幸福的，对不对？要是咱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像瓦格纳这种幸福的日子，多好啊！哎，行了，哥，今天咱聚在一块儿，多高兴的事儿，咱能不能不提不高兴的事儿啊？哥。好，来。这么多年，我就盼着咱兄弟几个还能坐在一起，喝顿酒。为了重逢，干一个，干。歇会儿。
你这酒力，爷，还是借下老码头的车吧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去。能不能行了？哟，这谁呀？这不可言心吗？今天打扮的整整齐齐的，差点没认出来啊！人模狗样的啊！